那钱没有，拳头有一双。找死啊你们！我先换个招式。最新还差两招。剑血天命，嘿，平治天下，嘿，人家我你，做吧，别想过，嘿，有机可乘。万岁！小事身手罢了。简单。操作准备，然后存个档拿出去吧。过完这边的支线都解完之后，就差不多要进结局了。李轩，这位少侠想抱歉帮主，所以替大家强求见。好，感谢你用我的侠士，快请他进来。在下彩世峰，拜见帮主，不知前辈尊姓大名，该如何称呼？老夫名叫李轩，江湖人称狂脑李，少侠叫我李帮主便可。听说少侠为我弟子解围，老夫真不知该如何表达谢意。在下特意前来，不会谢礼，而是想请帮主听我几句。老夫洗耳恭听。在下虽不懂贵邦与魔人教之间作何买卖，但魔人教已在战事欺人，贵邦弟子怨声载道，晚辈觉得明邦身为漕运大邦，没必要忍气吞声，应该别做这场生意，那魔人教知道明邦可不是好惹的。李帮主为何一意孤行？理由不便扣了，老夫心意已决，少侠多说无益。来人，送客。OK。是被虫咬过的茶。好，我们先去探听探听吧。是那东西。
什么啊？直接妈妈娘打昏不就好了？一幅画。发黑的当归。我是要重新读档，我是选错了。我就选错了，我重新读档，哈哈。好，应该选这个，然后南唐的黑色画作里。还打我！见血天命！可恶，竟然敢动手！不想活了吗？别让他跑了！再怎么墨剑法前，我有拜剑意图。我，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狠下心烧了此画，大斧书，好，怎么能？复兴南唐哦，嗯 ，OK， 好。
技不如人又怕死老仇，为了私怨搞出来名堂。很好，就看我怎么打醒这个胸不听的臭老头。将要打架了。说了不行，只好靠拳头来沟通了。看老夫将你打得再也无法说话。可恶，没想过。嘿，别太多的精神了，小子。过来吧，这是我的力。如此了得，你开始值了。拜托，我可是长末剑法传人哎。小子，一点都大意了，剑血天命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小子。嘿，哼，接着就听我好好把话说完吧。这么重要的道理，老夫真给忘了。想不到突然来访，竟然恰巧听到李帮主意图造反。难不成李帮主忘了李浩子还在我们手上？事又如何？我不会再送你白布。我要守护后主留下的名帮。不错，李帮主忠心为主，为我摸一下相当配合。如今一切正顺利启动你们捣乱，真密真烟密密烟，原来就是你这臭老头搞鬼。神情确实和少主有几分神似，难怪月会被你所蒙骗。月，别再为这个假少主卖命，你也该醒醒了。在我的胸前应该小时候为救月留下的特殊三疤才是。月，干仔细了，那可是少主。胸前怎么会没有疤？如果你不是少主，那月成以后该何去何从？哦，对哈，应该说，我觉得朔风应该真的是少主没错。家影子那位皆以子骨训身为柴家影，命为柴家死，为我违背以此记住。那我姓柴啊。哦，不是，是魔影教教主柴耀的家族。
先找他。很酸，这个帮主酸酸的。剪不断理，还算是理丑。好，我们快转吧。好，我先找大胡叔啊。那我现在来锻造。好，我们先去找那个狮子，找后主的线索。云来客栈，没人啊，楼上也没人。等下我们去 ，OK， 好，回去吧。好，去找明邦，准备打架了。好，我们快走吧。好，来明邦了。好，我即刻立刻召号召庞众，随时好前去庞众魔影教救人。啊，又要大战了。你们明邦这么多人聚集在此，想要做什么？明智顾问，我当然是要进去找人。放肆！我魔影教的教堂神圣崇高，岂是你说尽就尽？
旁边还有小孩子，你们就这样。见血拼命！嘿，我你叫万岁！万岁！小事身手罢了。来吧，臭老头，想不到冤家路窄，我们又碰面了。我就在想，当兵民帮怎么可能找到这来？原来又是你这小子，你常常偷袭我，还拐走小月，我怎么可能让你称心如意？哼！手下败将，再来几次，结果都一样。今日便定要你把李后子给交出来。来吧，真烟亮命烟，每次都念错。难道你还不明白这样做，小月是会伤心的吗？内卫，算不走运吧。好你，三声炮剑法前，我也有败阵意图。哎呦！这样还真是不走眼啊！见血拼命！哼！接招吧！哼！瞧这破绽百出的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！接招吧！这样还真是不走眼啊！闪过，没闪过。哟！紧张吧！见血拼命！这样还真是看走眼了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！倒下吧！倒下吧！倒下吧！尝尝你们内卫的真本事！这样还真是看走眼了。妈妈过来吧！倒下吧！这是我的力！见血拼命！快跑跑跑跑！这样还真是很酷。妈妈过来吧！动动动动！这是我的力！不会谢不会谢！师傅没关系哦。哦，这是输的结局，这是。哦。气死我了，没打赢。还好有存档。Go go， 这次我打赢了。所以支线输过没关系，可是这样都进不到一些好结局啊！我应该用自然枪法的。见血拼命！我你叫万岁！虽然这场枪法伤害比较低，小事身手罢了。不过他控场能力不错，所以我们先用自然枪法。是你可以打赢的，相信我，各位相信我。旁边一个乞丐在看他们打架。
来吧。难道你还不明白这样做小月是会伤心的吗？那位，算你不走运了。破破还真是汉族。烧成灰烬吧地狱火。没打到他。有机可乘。有机可乘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月牙还真是汉族。嘿。熬着吧，熬着吧，放马过来吧，熬着吧，可以。哎呀，太狠了！月牙还真是狠。有机可乘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哎呀，太狠了！熬着吧，有机可乘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月牙还真是狠。接招吧！破！熬着吧！越！破！哎！还是很痛。不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月牙还真是好手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哎！熬着吧！破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！我记得有，还真是好手。我记得有一招可以破防啊。没闪过，可恶！好痛，好痛！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快死了！月牙还真是汉族眼啊！他真的很强。倒下吧！月牙还真是看不见的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有机可乘。月牙还真是看不见的。烧成灰烬！你尝尝影子内鬼的真本事！倒下吧！哟哟哟！还真是汉族眼啊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熬着吧！嘿！还真是汉族眼啊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爽吗？熬下吧！快跑快跑！没闪过！月牙还真是汉子啊！有机可乘！熬下吧！破绽百出的，死没了。破，月牙还真是汉族眼啊！破，你呢？不知李后主是否安好？赶紧和李帮主会合吧。真难打。执行间王玉罔顾事主是复命不从，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，放手。
都是假的，你只是对我虚情假意。所以我好想知道，对你而言，现在我到底算是什么？我，但是回答你之前，月儿想先知道，对你而言，现在月儿又算什么？身边的福星吧。那这个福星也一点都不想离开你的。月儿愿意永远守护着你。月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何必和他废话这么多？还不快收拾他！难不成又被这个假少主的天元秘给迷惑了吗？使命固然重要，但在月儿心中，有着比使命更重要的人。为了重要的人才值得豁出一切，而非单纯为使命才如此拼命。胡说！这世上总有比楚川使命更重要的事。烦的，真是烦的，想不到你会和你爹一样软弱。老头，小爷他爹是怎样的人我管不着，但他就是为了追寻重要之人才能一再坚持直到今日。他如此坚强才不软弱，这种坚定自然不是你这种唯命是从没有朋友能库之人可以想象的。心中没有重要之人，这也是为什么你今天输我的原因。可恶，我不会放弃的，这小子给我记住。杭州客栈。哇，后主长这样啊！你有没有图像啊？哎，真的有哎。好，那后主之事暂时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进入道具栏，道具栏。四魂刀，我有吗？还真的有哎。莫名其妙就会了。习得他路，全职高手。是闻到强吗？感觉是不强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去杭州客栈。杭州客栈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学到那个最先剑诀的七八招了，那我们这集都可以暂时结束了。这是杭州吗？哎，真的是杭州哎，杭州的客栈，云来吗？也就有云来客栈啊。得到了，在这里，一月。对，福星快来帮我，福星。
那我们回到门口，然后我们门口有一个飞白派的弟子吧。哦，飞白派，所以我们直接去飞白派吗？应该是左边那边吧，左边的地图。在哪里？是谁？忘记了。这个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什么鬼啊！好了，这集先看看那个大殿有没有什么事情找我，毕竟我是总掌门嘛。好了，那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我们家的频道，左下方图片按一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，您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